自选快餐店吧，应该。Hello。Rice。Rice。Yeah, I want this. 那呀。50,000 越南盾。OK。太贵了，50,000越南盾，准备去。去找另外一家便宜一点的。50,000越南盾15块钱，在越南一个快餐15块钱，真的是有点贵了。来这家看一下吧，看一下这里的。就在这里吃吧。这个黑黑的不知道是什么，这些是豆腐、鸡蛋。刚刚在那家快餐店吃，然后我没有说话，可能是因为我长得像那个越南人吧。然后他收了我30,000越南盾的一个快餐，他收了我30,000越南盾。然后这一家，这里的菜，这里的菜跟刚才那一家是差不多一样的。然后我问他多少钱，用英文问他说多少钱，然后他跟我说要50,000越南盾。因为中国人跟越南人长得比较像，如果他是你不说话的话，他可能没办法分辨你是越南人还是中国人。然后你就给钱他收的价钱的话，他一般都是按本地人的价格来收的，但是你一说话，他马上就知道你不是本地人，然后收的价格可能就不一样。这个之前我也有试过这样的情况。